welcome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I'm Li Chou in Beijing. You're watching China 24. Coming up, the 70th birthday of New China, officially kicking off the celebrations. Or tip the scale in favor of one position,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So, 2019年印象最深的一个网络热词是什么？我太难了. Oh my God, my ta. 与你无关. 2019年播过哪一则新闻最让你难以忘怀？70周年国庆。 2019年哪一次现场报道最让你印象深刻？十月底的时候去四川的大山里面做扶贫，特别节目。我们把演播室搬到前方去了，跟我的搭档 Jonathan 一起过去。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形容过去的一年，你会选哪一个词？一个吗？只有一个吗？ Oh my God, crazy！ 还能用个衰吗？因为我今年年初骨折了一次。Also rewarding， 收获的一年。你平时刷抖音和微博吗？ 没有那么的频繁，但是我们有做节目，有请过抖音的一些 influencers 过来，所以我会查他们的视频，做 research 的时候。平时看网友的留言吗？不怎么看。最爱用的网络表情是什么？哦，有这个，捂脸哭，然后那个推手的那个。发现每个人都走路快，练的练出来的。哈哈哈。就是我们。 Astronaut， 宇航员。你觉得新媒体和电视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新媒体的实时互动性特别的强，能够马上看到 viewers 的 response。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最想去哪里做助战记者？Oh my God，Mars， 火星。我们有这岗位吗？去了以后最想做哪一方面的故事？火星，cover everything on 所有关于火星的一切。我也挺想了解。今年读了多少本书？ 2本吧，还都是为了 work。 Yes。最喜欢哪一本？枢纽。最喜欢的电影导演是谁？ Oh my God， 电影导演，你这不能问我一个电影明星吗？导演的话，拍科幻导演的是 Spielberg 是吧？对，就是他。2019年最喜欢的电影是？2019的电影我都看了什么？是不是？哦，有一部《少年的你》真的很棒，很赞。 2020年最想学习什么新的技能？新的技能，我想跑个马拉松。给学英语的朋友们什么好的建议？多看CGTN。能不能回家？能。开心。要回家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Oh my God， 看我爸妈秀恩爱吧。给爸爸买了个手机，5G 手机，给妈妈买了个包，包治百病。请用你知道的所有语言为我们的。 哦哇，方言哦，OK，新年快乐，新年快乐，Bon année，Bon an，Stava di bi mai，这么难mai，Happy New Year。